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Autumn 黄天恩。好，新闻报道回到嚟之后咧，就系、是、第二节嘅原来是这样的啦。我哋继续咧，有 Raymond Sir 喺度咧，同我哋讲下音乐治疗嘅 Raymond Sir 你好，大家好。系啦，咁啊，上一节咧就同大家讲咗咧，音乐治疗里面咧，除咗吉他之外，仲有好多其他乐器啦。呢啲乐器咧，又点样帮受治疗嘅朋友咧，佢哋去抒发自己嘅情感啦，吓、啊、可以去沟通得好啲啦。咁但系咧，除咗乐器嘅互动上面之外咧，音乐治疗仲有其他嘅手法嘅，仲有其他方法咧，好多唔同形式，好多唔同形式系啦。咁咧，即系头先啊 ，Mike 后咧啊。Raymond Sir 都跟我们讲过，就是有一种叫做 GIM 的方法，就是心灵导航，音乐心灵导航、啊、我觉得这件事跟我们电台工作好像的，因为听着播着个歌，是的，听着播着个歌，跟着 DJ 很心情地在踢歌讲话，也都会好像带大家喝了一碗音乐上的心灵鸡汤一样的、嗯、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讲解一下究竟这个音乐的心灵导航是什么来的呢？嗯，这种呢、叫做音乐心灵导航，那 GIM 咁嘅意思咧就係 Guide Imagery and Music，、嗯、即係話我哋咧喺需要聽音樂，然後咧音樂咧帶領住我哋去想像啊，然後咧就係、是、幫助我哋咧，亦都係將心裏邊嘅一啲嘅情感啊，或者係心裏邊嘅一啲嘅壓抑啊等等去抒發出嚟嘅。咁、嗯、咧參加者咧就係、是、一路聽住音樂，然後咧就係、是、一路去配合去想像啦、嗯，可能咧。想像去了海边，想像就是去了一个森林，或者是想像去了天堂都不定，这样就是带动我们再作一个的音乐旅程的一个意思。嗯，那这种的治疗方式或者一个手法呢，在音乐治疗里面通常是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我哋平時咧就講到都市人啦，都有好多壓力啊，或者咧就係、是心理上又有好多嘅需要啊，或者好多嘢想抒發啊咁樣。咁咧之前講嘅音樂治療咧，即係啊有樂器嘅互動啊咁樣。咁咧好多時候咧都係俾一啲有特殊需要嘅人士去參與。但係好似我哋普通人，你同我咁樣咧啊，即係又唔係話有啲咩特殊需要喎、啊。咁但係都需要。要用可以咧用音乐去帮我哋抒发到情感嘅、哦，咁咧呢一个方法咧正正咧就系好适合啦，就系、是、咧特别将我哋去带离咗而家。譬如香港呢個石屎森林，離開咗呢個石屎森林，去到咧一啲大自然嘅地方去享受一下，或者去放鬆一下咁樣嘅一個效果啦。嗯，好啊，咁啊講到咁樣咧，就不如我哋依家就請阿 Raymond Sir 咧帶我哋咧行一轉，帶我哋咧嚟個音樂嘅心靈導航。我哋喺收音機旁邊咧，大家嘅各位聽眾咧都可以一齊去感受一下。係啦，咁啊，各位聽眾係可以趁呢個機會咧，嗱，即係如果你可以坐埋一邊。系啦，即系安静地嘅咧，咁我哋准备一齐开始啊，试下。好啊，咁呢一个过程里边咧，就大家听住我嘅指示去想象咧，咁咧就得噶啦。好，咁我哋咧就准备开始咯。好，请大家咧而家系调节一下你嘅座位，坐得舒服少少。当你调节好嘅时候咧，请你而家系眯埋眼，然后咧。嚟一次嘅深呼吸，慢慢嘅吸气，慢慢嘅呼气。呼吸帮我哋放松身体，使我哋感觉到舒适。当我哋而家越嚟越放松嘅时候，请你想象一下，而家喺你脚前有一条小路，呢条小路上边有啲沙泥，又有啲小石块。在小路两旁呢有些青绿色的小草，在小草丛中呢有一些粉红色的小花，又有些粉蓝色的小花。在小花与小花之间有一些细细的蝴蝶在那里飞舞，它很自由自在。你现在继续沿着这条小路慢慢走，音乐好快会开始，带领你去到一个好靓、好舒服嘅地方。而家就等音乐开始，带领你去到呢一个好舒服、好靓嘅地方啦。
想象一下音乐而家带咗你去边一度？留意一下周围嘅景色，而家心里边有啲乜嘢感觉呢？好好感受一下。你喺呢个旅程里边，你而家又做紧乜嘢呢？又有啲乜嘢吸引你呢？心里边有咩感觉呢？请你继续眯埋眼。而家音乐刚刚结束啦，好希望你都有一个好好嘅体验。而家请你注意翻你坐住嘅凳，注意翻呢个空间嘅声音、灯光、感受等等。你可以稍微伸下懒腰。直到准备好呢，你就可以张开眼睛啦。哇，翻嚟啦。唔知你感受点样呢？係好有画面啊。我讲我自己啦，即係剛才 Raymond Sir 一路带领我哋想象下自己行一条即係小路上面，隔篱有啲草有啲花。跟住呢到音乐起嗰时呢，唔知点解 我自己啦，我觉得呢好似就去咗个悬崖边，跟住望住好一望无际嘅大海咁样囉。嗯、就是有些风吹埋嚟啊，好豁然开朗的感觉。我刚才是这样的。嗯、哦，是不是一个、音乐治疗的过程，就是那个参与者都会讲给 Raymond Sir 你知，就是他是怎样啊，那你会不会就是、因为他见到的东西会有些 comment 或者怎样的呢？哦，這個做法呢很多時候呢我們都是單對單這樣做的，單對單做的時候呢一路聽著音樂的時候，對方呢就可以話返那個情景給我聽了、啊、剛才你是不是聽到呢我有點少少提問的、現在你想像了去到哪裡了、對方呢就會馬上答回我了、然後我就會繼續呢就有一些的問題、然後有一些的、這樣的互動咯、所以如果真的是一個音樂治療即是单对单的时候就直情是有些对答的，在个音乐进行中的时候。是啦是啦，那我的说话呢就尽量帮个参加者呢就是去在个音乐旅程那里去发掘多些东西啦，然后更加投入那个音乐旅程啦这样的。是我不知道 Jackie 刚才有没有想象到什么呢？剛才我就跟足你的、的描述的指示去到了，是啊，咁我都是见到一个即係好辽阔的草原咁样，是啊。是啊，咁呢个特色呢就係、是、我哋咁去听音乐呢，不同嘅人去听嘅时候呢都可能呢有不同嘅想象。咁、有你哋呢就会、想象咗一个辽阔嘅地方啦，喺崖边啦。咁、有啲人呢会想象咗去咗欧洲参加一个舞会。係、有呢个感觉，因为嗰个音乐好宫廷。因为係 Baroque Music。係啦係啦。有啲人呢又去到一个草原嗰度去享受自己喺度跳舞。或者呢有一些人呢就、去到一个沙滩边，然后呢就慢慢漫步咁样。个人呢都有不同的想象的。是啦，咁会不会都关你揀嗰、段音乐事呢？即係会呀、因为头先嗰段音乐呢係巴克嘅音乐，咁呢巴克欧洲人嚟㗎嘛，咁我哋好容易呢就会联想到可能同欧洲有关啦，或者宫廷呀、咁样啦、再加上呢头先那首音樂的拍子呢是三拍子來的，就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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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哒哒，咁咧就有啲跳舞嘅感觉嘅，所以就好似去咗舞会咁样。系啦，有啲人就会想象到参加紧舞会嘅感觉咯，系好好特别嘅一个体验啊。系啊，系啊。咁如果我播另外一首音乐咧，你又可能咧又有不同嘅想象啦。你仲会平时会用到啲咩音乐？可唔可以我哋又体验一下？我哋又再试一次啊。咁另外咧，嗱啱播咗一首咧就古典音乐啊。另外咧，我都有阵时候都会用下中国音乐嘅。咁得意，系啊！中国音乐咧又有佢嗰个特色嘅、哦，嗱好自然咧，听中国音乐我哋就会咧，好似翻到国内咧，然后咧就去睇下啲湖光山色啊、亭台楼阁啊咁样啦，系咁、不如咧一阵咧，我就播一首中国音乐俾大家听下，咁然后咧又带领住大家咧就系、去做少少音乐想象啊，咁样好啊，好啊。好，咁咧亦都请大家咧就系、坐得舒适少少啦，然后咧就系、眯埋眼，而家咧请大家想象一下，你翻到古时候嘅中国，你企喺只船仔嘅上边，喺一个湖嗰度咧，慢慢咁样行，嗰只船咧一路咁样咧。慢慢咁样喺度行紧，音乐好快会开始，音乐会带领你去继续呢一个旅程。你可以喺当中有好多嘅想象同埋感受。而家就等音乐开始，继续带领你进行呢个旅程啦。你继续在一个船仔上面在度航行当中，留意一下岸边有啲柳树，有啲好靓嘅风景。旁边呢有个凉亭，你见到啲人呢喺度休息紧，喺岸嘅另外一边呢，有啲市民，有啲居民一路嘅行出嚟啦，佢哋开始一日的作息，有些人在这里喝茶，又有些人在这里欣赏下雀鸟，又有些人在这里耍下太极，又见到一些人呢开始呢就出来市集卖下嘢，大家呢悠哉悠哉咁样生活。又留意一下另一边，有啲一家大细喺个花园嗰度玩緊，好自由，好舒適。船呢慢慢慢慢咁樣行，睇到前面呢開始日落啦，哇，个太阳呢好靓，好似咸蛋黄咁样，一路路咁样落山，而家呢船拍埋岸啦，
到了上岸的时间了。请继续眯埋眼，音乐刚刚已经结束了，好希望你在这个旅程里面也都有好好的体验。现在留意一下你坐住的灯，留意一下你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空气、灯光、声音等等。你可以伸下懒腰，直到准备好的时候呢，就可以张开眼睛了。我回来了。是啊，好像刚刚去完桂林。哇，这个感觉我觉得我喜欢这个。是啊，我也喜欢中乐多一点。好有这个思乡的情怀。是啊，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看得太多那些武侠片呢，我就幻想自己是。在一葉舟上面的一個大俠咁樣，攞住把劍嘅，一個劍在腰，係啦咁樣。但係好特別嘅，我係中意中樂多啲。係我都係聽。其實咧，剛剛兩段音樂咧有啲唔同嘅做法嘅。啊，第一段咧古典音樂咧，我就係比較自由咧，等你哋自己去聯想嘅，係啦。咁但係第二段中樂咧，我就稍為咧就改變一下啦，我就係咧去。將那種事物去描寫出嚟，等你哋去聯想啦。就我係啦，我嗰個帶領咧就會多翻少少嘅。咁、啊、兩種做法咧都係可以嘅。咁有人中意 A 呢種，亦都有人中意 B 呢種。咁咧就因人而異啦。嗯，都係睇翻嗰個 client 去，即、就、係、是、個需要去調整。係啦，係啦。咁呢個做法嘅特點咧，就真係好能夠將我哋咧去帶嚟一個現實世界啊。嗯，尤其是咧，過去幾年嘅疫情咧。好多人咧都唔可以出外去玩啦、旅行啦、離開唔到香港啦。但係我哋透過呢啲音樂嘅想像或者叫做呢種 GIM 嘅一種嘅形式咧、就可以將到我哋咧帶咗去外地啦、你話去咗桂林又得，你話咧去咗歐洲邊度又得，哇！咁離開咗呢一個嘅狹窄個空間，去想像一啲、哇郊外或者好多好靚嘅地方咧，真係咧令到人好舒服嘅。嗯，所以音樂嗰個威力真係好犀利啊，真係無限可能。因為你可以用你嘅想像力，即係透過音樂去，每個人都有可以唔同嘅體驗啊。係啊，係啊。咁同埋咧，音樂嗰種帶領咧，又係好唔同嘅嗱，譬如。第一首古典音樂，你會唔會想像到去到桂林啊？嗱，唔會，梗係唔會啦，係咪啊？即係所以音樂嗰種嘅帶領性咧，係都好強嘅。嗯，係。咁嗱，如果呢個 GIM 係真係要去到音樂治療嘅時候，即係音樂治療師成日會用嗰個手法啦，定係普通人喺屋企，其實我自己攞啲音樂嚟聽下都可以自己想像一下咁樣。哦，如果咧自己喺屋企裏邊去做嘅時候咧，咁咧就我哋或者叫做一種音樂聆聽減壓啦，一種或者想像啦，一種嘅方式。咁呢種方式咧，就可以自己係去揀一啲你中意嘅古典音樂又得，中樂又得，咁樣咧坐喺度眯埋眼。去想像嚇，音樂一路播住，然後去想像咁樣，咁大概咧五至十分鐘咧咁就得噶啦。不過咧，你話哎呀，會唔會聽下我瞓著咗㗎咁樣？太舒服啦！咁唔排除嘅，因為真係咁好聽嘅音樂嚇。咁但係瞓著咗咧，唔緊要。休息一下嘛，系咪啊？都系一种嘅休息嚟嘅，都系可以咁样做嘅。我谂到呢个好有趣嘅就系，如果你听交响乐曲，通常你听第二个乐章咧，就会系好平静。咁你喺嗰个第二个乐章瞓着咗之后，你去到第四个乐章咧，跟住通常就会好大声，你应该嗰下就会醒翻。但系啊，头先阿 Raymond Sir 话五至十分钟啊，通常你话要听晒一个交响乐章会使唔使几个钟？唔系，佢就瞓着咗嘅，瞓着咗再起翻啊嘛。系咁啊，好多谢 Raymond Sir， 即系呢两个。星期咧帶咗俾我哋咁多有關於音樂治療嘅知識，真係好豐富啊！真係係、最尾都想問一問你一個問題，你覺得即係一個音樂治療師最重要嘅條件，或者即係一個音樂治療師佢最重要嘅一樣嘢係啲乜嘢咧？咁要成為音樂治療師都有幾樣嘢重要嘅。咁、第一咧，本身音樂嘅造詣咧，就係、要有翻相當嘅、當然能力越高嘅時候咧，喺個治療裏面咧，用到各種音樂嘅方法咧，就係、越豐富啦咁、樣。咁另外咧，就喺嗰個心態上面咧，一定咧就要係有一個係幫人助人嘅一個心。
咁因為音樂治療，我唔係話誒有啲咩人嚟到都好，我自己彈自己嘅嘢係唔得嘅，用翻一套噶嘛。係啦，我哋係彈緊人哋心裏邊嘅嘢，我哋好希望去幫到人，同埋咧就係、是、幫到人去進步啊、改善啊，同埋更加健康啊咁樣。咁咧一定要有呢個心，再加上咧就係、是、當然要進修啦、可以用各種音樂嘅方法去幫到人啊，自己咧亦都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好多謝 Raymond Sir 呢兩個禮拜嘅分享啦。最尾你都有一首歌帶俾各位聽眾嘅，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啊，係啊，最尾咧我就揀咗咧容祖兒唱嘅《明日恩典》啊，呢首歌咧都係好開心嘅一首歌，俾人咧係有盼望嘅一種嘅感覺。好，咁再次多謝 Raymond Sir， 希望咧遲啲咧有機會再請你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嚇。好，多謝曬你，多謝，拜拜，拜拜。来，为何还等待？趁大家也在，时间在流动，还过目前，往下秒开，就趁这分钟来一个合照。挨完还识怎么笑？辛苦记过活还是精彩，没有少悲哀。到红海再行下去，大概还有恩典开遍面前，寒季终变回暖，前面会有什么乐园？靠人沿途发现，只需要相信他。神仍可于这里，这小事有人全力争取，学会小小的都感激，亦算得乐趣。愿以后成和需，亦容许我陪着你面对。还有一切都